发表会上，九人载歌载舞，展现青春活力。演唱了七首歌，粉丝反应热烈。Twice 相隔半年推出新作品，立刻抢攻占了韩国八大网的即时榜冠军 ，YouTube 的点阅率突破200万人次，周子瑜开心激动的感谢大家。发表会上，团员激动掉泪，周子瑜则透露自己上艺术高中很开心，除了能跟团员多贤、才艺一起念书超兴奋，最主要能穿上美美的校服上课，觉得很开心。不善表达情绪，超过90度的鞠躬跟粉丝说我爱你们，而九位成员也感情要好的一起看节目播出，穿着睡衣的周子瑜素颜超萌的盯着网友的留言看，获知好评，开心笑容全写在脸上。记者黄一文、李英伟台北报道。